好，这一期呢要前往那边站，你看那边完全没有被放是怎样？这边完全没有被放这个东西哎，所以我现在要去那边那个司令台，我完全没有被放东西，那我前面放不就我不就得到了吗？我就免费皮卡丘币了、啊，太棒了太棒了！哎，还没有被建立，为什么？是 bug 吗？为什么完全没有被那个？你完全没有被占领，我不要冲过去啊！就冲过去发现是 bug， 哎，被占领了。好，我刚好去打他。我这第十个，我这应该是加成，就是这连续占领十个的话，305，哇，宝贝组补回来了好多、哦。这边，然后去前面，等一下。好，就是这个，它刚成立啊，1691的话，1691的话应该蛮好打的。我要使用我1000多的大，哎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大蛇花，对，应该就可以轻松几个。哎，这部有1部哎，你知道他们刚才还不放哎，就是他占领之后还不放。然后我边走路的同时呢，我也可以孵一下这个独角虫的蛋蛋，这个巴蒂斯斯坦的那个独角虫蛋蛋。在哪里？我到了，这是累。好，希望不要发生 bug， 我们走近一点。我这次不要被踢出去了，走超近。哦，伊布在这里。太可爱了，571的伊布，耶、yeah, ，超可爱的，我要用高级球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刚才怎么都没有获得黄色的啊？都没有获得黄色的那个可爱的 Eevee，yes， 超可爱的。二，啊，不要逃走，不要逃走，再一个。我一定要抓到这只 EP， 这边内阁一下，还有没抓到？但我没丢到。哇，呜，509哎、欸，509很高哎、欸，如果进化以后，它就一进就8900了。哇，通常我遇到伊布都是300多，对不对？200-300。我这次509哎，而且 IV 值也不错。好，我们要挑战这个道馆。那他用水精灵，所以我这边都放扫息的哈。啊，惨了，我是有被打败啊。还真的嘞，我一个副友要激活一下。都忘记补了哎、欸！哇，好难补哦！血量超多，加减补，加减补。那这只暴食，好，我来了。我当然是先放大石花，再放草系的，然后放我最强的这一只。好，我们来试打看看。Go！ 1691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太远了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已经超出这个范围了、欸。它到底在哪里啊？哦，太远了。我在这里啦，所以发生错误就是太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里，所以我应该要在这里。Yes， 就是这样。好，水晶我来了。所以错误那个不是 bug， 是
距离不够，还是网络搜寻不良吧。它是不是只有一只啊？这 CP 真的蛮高的。哇，谁在打我？他给我机动光线了、啊。我刚才又忘记换了，因为他被我推出去，害我没有换到大实话。不过也没差啦，他被我打到半条血。如果他没有对手的支援的话，他很轻易的，我就可以轻易的把他打下来。宝石海星来了，我这宝石海星啊，哎呦，好痛哦！不要命中了，快点！赢了赢了 ，yes， 好，司令台是不是？好，快点皮卡丘比，走开 ，yes， 还有星辰呢，500星辰加10颗皮卡丘比，太棒了，好，大家就 reserve 一下，因为呢总是有些。宝可梦会受伤吗？还有我的金鱼王，1691算什么？我还是把它打败了。好，哎，领取一下。哇，你看这个道馆就变黄色的，实在是太酷了。嗯，我该抓 EV， 然后我这边有拉达。我刚才那只 CP EV 真吗？这蛮简单，而且我用了这个内建雷达抓到的。哎，这个是在哪里啊？还是回去领一下那两个补给站好了。哇！太棒了，哇，又是小拉达。对，这里呢拉达也很多只。这个学校拉达波波还有大准确的天下的巢穴。哇，这些太简单了吧。哦，嘿嘿，没有人在打我的道馆了，太棒了。因为司令台根本就是没人，学校内部的道馆啊，没有人会特别走来这边挑战。有没有？实在是太酷了，151158，哎，我的名字哎，20等，好，我继续前进了。我20等才158是不是很废啊？我其实最高是1138啦，也1318，可是。要升级的话，要消耗2200的星辰。那我现在星辰有30000多，之前乱用了一些，所以，现在大家平均的 CP 整箱都1600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是可以孵蛋的。我有 10KM 的吗？啊，我没有 10KM 的。好吧，今天就用这两个。你看，我这个道馆都没有人打。这附近真的有一只拉达耶，大只的小大拉达。然后这边就是凯西公园的后进公园，然后这边是学校的后面。哇，你看都红色的霸凌占领，而且他们呢、啊、都使用快龙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觉得三只的 boss 会不会是一样啊 ？JOKE。哇，我觉得阵营真的是很重要哎。如果当初真的选错的话，真的要注意一下，因为阵营哈选对的话，你就直接可以占领了，就是不用在那边等时间，有时候就直接补上去就行了。所以真的差哦，原来是这里内建雷达好有效哦。哇，我都没有开，我完全没有开普，我完全没有开大家招杯哦。我就自己抓到附近的神兽了。
可是这只 CP 超低的啊，虽然可以增加我腿，长得好像黄金鼠哦，现在才看到它长得很像那个黄金鼠。因为我没有它的图鉴所以我们就抓一下好了。虽然没有它的图鉴。哦，别啊！那个了一下，还有没抓到？它身体还会抖动，好可爱哦！哇，终身打了，再一次，这次要抓这一只，还蛮可爱的。Yes， 抓到！太开心了，我图鉴又增加拉打，因为我都没有用拉打精华过，没有，好吧 ，yes， 我快收集满了，其实很多啦，好，今天差不多玩到这里了，然后感谢大家收看，然后影片下方可以订阅 YouTube 频道，还有右上方的资讯卡，可以点开可以看看我的玩 Pokemon Go 的影片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咯。